谢谢。好，然后我就是其实我是从小就在铁花村长大，这样就是从我10岁的时候这样，然后到现在我就是我18岁了，所以我中间也经过就是国小毕业，然后国中毕业，然后现在高中毕业，所以代表就是在2个月就是我就要离开这个就是我成长了8年的地方，所以就是还蛮就是蛮心情很复杂，就是觉得哦就是要离开一个就是大家就是都对你很好啊，然后就是都会互相帮忙，然后在这里就是每个哥哥姐姐就是我的亲生哥哥姐姐，然后每个就是爸爸妈妈就像我的亲生爸爸妈妈这样子，然后可是又觉得自己好像要就是出去磨练一下，因为就是在这里真的受到太多帮助跟鼓励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好像要踏出生活圈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唱一个英文歌，可是我英文不好，还是要突破嘛。好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是那个《曼哈顿练习曲》里面的《Lost Star》。Just a girl caught up in dream and fantasy. Please save me. Reaching out for something I can see. Tell my head that's all I need. We got tomorrow. And the day I saw the lion kiss the tear.在这里特别紧张，就是因为这里的人就是从小就是看我长大，然后就是
就会很怕说啊都没有进步啊啊又失误了，就是会给就是那些就是很爱我们的人失望这样。然后可是其实后面才发现，就是因为这边都是很多爱你的人，所以当你失误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会在这里支持你，然后下了台，他们会告诉你说，哦，你哪里哪里改一下会比较好。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有一点就是错过了这些机会这样。